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现在在旧家。好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。好，我们其实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东西都剩下一堆垃圾，有的没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板非常脏，所以等一下还要刷地，还要扫地，然后把这边清洁一下，哦，就可以把这干干净净的房子还给别人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垃圾这些有的没的，等一下拿去丢一丢。其实这边打扫一下应该蛮快的。哦，预计3个小时完成。那我们赶快先把这些垃圾拿去收一收，丢一丢吧。处理完，我们家开始可以开始我们大扫除。很久没有扫地、拖地、做家事。Go, go, go.开了2年哦，我完全没有关过哦。打开那个，它里面那个什么滤网，没有一片灰尘，屌不屌？但是完全没有清新效果，清新感。这边再怎么扫都没有用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扫干净。然后还有，你知道我家每次买衣架都会扫，因为全部都掉下去了，被风吹下去。好，不就好险，今天没有什么奇怪的生物。我是哦，都是蟑螂、蚂蚁啊，蜘蛛之类的。小比较多的，其实有，看来没出来而已，先休息哦。全部抽给观众，抽八袋出去，哇，抽八呀！我还要拿着八袋去 Seven 寄哦，靠！惊喜包，惊喜包，二手惊喜包，二手惊喜包。那那个厕所那个帘子，结果他妈一擦嘛，从这穿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拿怎样最重的吗？最大袋的。这门关起来应该不会
哦。好，我们的第一趟三包垃圾。先扫一下。这样。要先把这次扫出来，这样。先扫干净。好，你先扫一下，先扫一下。哇、哦，刺激哦。别泼水。啊啊！不泼不完嘞。不是，你泼了啊，我们等一下把那些水吸干了。我们就是沾一点，沾一点。哦，沾一点刷，沾一点刷。對對對，还好我们请两个人来帮忙，不然哦，我一个人弄，我一个人弄，不然弄到什么时候？哦，现在我们垃圾都清空了 ，OK 吧？还算干净吧？啊，这两个床垫到时候丢掉了，所以先放着。然后这两只电风扇，等一下要带回去了。然后现在外面下了大雨，所以我们刚刚呢。下着大雨，我们要边丢垃圾，好，好，那开始大扫除啦！这个味道蛮臭的，你不要喷那个，真的是蛮臭的。这影片是为了跟房东交代，我们有认真刷。不刷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它会靠头。是啊。本来把房子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。哦。干，你们讲好像靠北，你们第一天知道真是。第一天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没有租房子啊。知道啊。这两个都是富家子弟的，所以要认识。没有租过房子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用吗？好神拖。好用，被你弄得干净。嗯，不错嘛。地蛮亮的哦。翻清扫，变干净喽，白白亮亮 ，OK OK 啦。还有很久没有做家事的红林，真的，我以前都是我妈做的，以前我妈都帮我处理好好的，这个家几乎我一个人处理，因为我哥也没有住这边，所以尤其这边的工作。我应该要做。哇操！蟑螂，一只，抓到一只，直接抓到一只小蟑螂。这社区我们已经住了，应该有10年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搬离了这个社区，去另外一个社区住。另外一个社区估计也住不了多久，因为我们差不多要买房子。那边的话，我估计住个一年两年，可能差不多，可能啊就要搬家了，因为我跟我哥哥会买房子，我们这种常在换地方住的，每天这样搬家搬家搬家，然后每天都很累，因为搬家的时候是最累的，很麻烦。其实差不多啊，等一下这个客厅弄完就下班了，也没多少东西要弄。现在我们开始要扫这个客厅的部分，客厅的部分。然后呢，刚刚我在回复这个 YouTube 影片的留言，因为我现在觉得，我应该要回复一下观众们的留言哦，这样子你们要有那些动力，对不对？想要也只能在 YouTube 上面跟我有一些联系啦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会尽量呢去回复一些 YouTube 上面的一些。留言好不好？也没有酸民啊，好不好？我什么人都会跟你聊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可以踊跃的在我的 YouTube 的任何影片下面留言。以前的我可能比较看不到，但是现在我发的每一部影片呢，
你们只要在下面留言的，我都会尽量去回复你们的留言。像现在呢，因为我刚刚在回复留言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在刷地。OK， 等一下这个客厅刷完，相信也是非常干净的。然后这房子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设计，我看一下这个地上都是白色的。好，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妈的给我做绿色，然后我不懂，这是一个风水问题还是怎么样？这了解。哦，现在全部看一下，哦，干净溜溜的啦，好不好？整间 OK 吧，跟新的一样啊。看一下，哇，打扫我自己家都没那么认真了，我操！虽然客厅不是我在弄的啦，是他们弄的啦。我们看一下，连阳台哦都处理好了，哦，干净一点。然后像厨房的地板稍微拖一下就好了。我们两把撤退了，好不好？跟这家 say good goodbye， 再见再见。Strapped up, messed up, bitch, you gon' get fucked up. Blood dripping from his foot.